我能不能人到，我怎么知道、啊？试用啊，先试用啊。对啊，那我才交往而已，你要怎么跟他说我能不能人？没有，我觉得可能郑大哥现在时间经过比较久，他年轻的时候一定知道自己能不能人到、啊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说，没有，你这样啊，你这样啊，这个基本的、啊。不是你刚刚前面讲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而且你还说他现在年纪是比较大，那你人到年纪是不是感觉很？阿斗，你听得下去吗？我们有医生在这里，来，你教。今天有专业的人，就是、例如说一个人十几岁的时候，你以为哦，我不认识律师啊？我说一个人十几岁的时候，这个健康教育都会讲嘛。有时候你睡起来、睡觉、睡醒，自然就有一些生理反应啊。嗯，这些其实你能不能哦，那个就代表能人到吗？对，这个是很基本。如果你完全都没有，你是医生吗？